那些民工专弄好。50块民工，现在还有50块的。对呀、啊，就50块，他们那种民工，你想打工的民工不是都不带老婆的吗？就造房子啥，他们是都靠这个解决的，50块。50块的。但是都是在。我听说，出租车司机说的，说那边深圳那边。1700-1900，有3个国家的，国家的话是，就是原来没有，就是地域没这么大，深圳地域大。